张礼墨千岁，神威远播。来这边建基已经两百多年了，因是唐朝时期的名将。诸葛亮爆红全靠他。他抱我们张王的时候，他说身体会震动。我说应该他跟他缘分也很深啊。开箱神明卧室，夫妻求运气。这边也有在做圣床求子，所以我们也来做做看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《台湾百庙》。